全民来公审，人民是头家。欢迎收看《全民公审》。这几日，大家一定被选举的新闻报道得沸沸扬扬。看似民主的机制下，人民透过投票的方式，带着选贤与能的心，每次都希望可以选出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最好的选择。但是，其实，在整个国家的体制底下，却是大有问题。在现在的国家体制下，本应是保护人民的司法和税法，却变成了国家伤害人民的武器，完全是本末倒置。在你和我的身边，都有被司法和税法欺凌迫害的冤错假案。这些冤错假案，不论经过多少次的选举，都仍然无法杜绝和解决。你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吗？就是无止境的官官相护。为了让司法和税法能够发挥其制定的本意，让人民可以拥有安居乐业的生活，联合国 NGO 世界公民总会等近20个单位在10月24号的联合国日举办了论坛，邀请了多位专家学者共同来探讨法税议题。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当天的专家学者怎么说。人权无国际组织啊等等这些人权专家学者呢，对我们国家税法的228，也就是我们太极门被课税，被认为用司法，司法是还他无罪了，但是呢用税务，检察官联合税务，然后呢行政法院做了一个判决，就81年度的税法认为这是有逃漏税捐，不但加以课税，而且还这个处以罚款，然后呢还这个根据这个确定判决呢做一个行政执行署跟税捐单位呢做一个违法的执行，这样一个这个行政措施这种一种作为，其实被人权国际人权团体，不要说我们国内，国际的人权团体都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荒谬，而且是一个绝对违反这个保障人权的基本原则的一个违法的行政措施。为了表达尊敬师父这种传统，那么做一个敬师敬的一个行为，这不应该认为是一种不应该认为一种是一种所得，这在所得税法是叫赠与，而国家的公权力不应该涉及这种认定不讲，而且呢做不当的课税，而且呢加以这个用罚则来处罚然后呢政府明明知道这是一个错误，告诉政府你做错了，政府呢听到了，但是装聋明知能为，当然可以啊，转型正义看怎么样，你居然可以制定转型正义条例，难道不能为我们太极门来制定吗？或者是把这个时间延长吗？或者重新立法吗？可以啊，为什么不做？能为而不为，真是让我们觉得非常的非常的遗憾。Less well known than Fishman, but not less important for freedom of belief of new religious and spiritual movements.Is the Blackburn decision of 1931. It was a Los Angeles new religious movement founded in 1922 by May Otis Blackburn. May thought that she and her daughter Ruth were the two witnesses mentioned in the book of Revelation and were receiving revelations from Gabriel and other angelsannouncing apocalyptic events. Soon, the millennial reign of 11 God-appointed queens would come. The queens would have 11 palaces in Hollywood, where else, and include May and her daughter. A disgruntled ex-member of the Great 11,Clifford Richard Dabney, part of a millionaire oil family, filed a complaint against Blackburn and claimed he had been fraudulently persuaded to donate significant sums to the group. Blackburn was arrested, prosecuted, and convicted by the Superior Court of Los Angeles County,on March 2, 1930. The judges believed she had obtained money by fraud
And since the fruits of a fraud cannot be regarded as religious gifts, she was also guilty of tax evasion. However, the decision was reversed on appeal on March 23, 1931, and on November 30, 1931, the Supreme Court of California also found Blackburn not guilty. According to the justices of the Supreme Court, from Dabney's point of view, at the moment he made the donations, his choice was rational. The Supreme Court of California ultimately came to a strong statement of religious liberty. The principles of the Blackburn decision are still quoted by American courts today. They also apply to the Taijimen case, the principle, not the example. Prosecutors, judges, and tax bureaucrats cannot evaluate the truth or quality of spiritual doctrines. In a democratic society, citizens should be free to join the spiritual movements they like, and if they contribute money to them, these should be considered as tax-exempt gifts. Affirming these principles is essential to protect the freedom of religion or belief. 我们就要探讨说，在我们国家提起税务诉讼，或者说行政诉讼，为什么这个失败率这么高？税务跟刑罚永远是人民的两大痛苦。那再来就是一般人是不会弄到刑案的。那这个税是每个人都可能遇到的。所以有时候真的不小心就会卡到税务的这个冤案。这个我发现这个比例比那个刑罚还要高一点。有些人莫名其妙就卡了几千万的税。我们这个税务案件在这个大法官或者是我们行政法院里面它永远是占大宗的啦。我们虽然已经解严了可是台湾还在后威权时代其实还遗留这个所谓的司法威权的这个体制还是维持。你看我们整个司法民主化改革，你看到没有？是改革哪一部分？国会前面改选，总统之选，其他通通没有，都没有改司法权。不但没有民主化，反而更威权。总统可以控制司法院长，司法院长控制各终审法院，控制各省级的法院的法官的升迁调动。威权的这个时代真的是要怎么样来解构司法统治者对司法权的辖制，来当务之急。谢谢。转型正义就是过去的集权国家，他为了统治的时候，他造成人民的伤害，侵犯了人权，那后面的政府他上来的时候必须要正视过去这些历史侵犯人权的不正义的行为，他就损害赔偿干。所以全世界联合国全世界都是一样，你在各种不同转型的过程中，对于弱势过去被损害者，你必须要怎么样给予有效的赔偿。好，那台湾很好啊，台湾过去转型正义里头二三十年来，但是刚才的讨论最大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它有时效限制嘛？它1992年之后眼睛都蒙起来，台湾从此没有人权迫害的事件，这是台湾目前的政府的问题。转型正义的精神你必须回复回来，它是以前是错的，这也是连家所讲的错误的判决造成太极门的这个案子的情况，必须用这个补偿公正转型的精神，给予太极门应有的恢复的名誉，给予应有的补偿。那为什么要反贪腐？贪腐会破坏人权，贪腐会造成经济发展的不利的经济发展。谁会贪腐？拥有公权力的人、机构最容易的，尤其拥有公权力的机构又有裁量权。财政部呢，它有执行公权力，它有9500条的解释函令。他做错了怎么样？没事，对不对？再来看财政部的那个奖金，
奖金是集体的奖金，这是反贪腐最糟糕的，叫集体贪污的所谓的组织贪污论。结果我们的财政部、我们的行政政府仍然用那个奖金制度来怎么样鼓励我们的公务人员想办法去侵犯人权。所以法税改革你们一定要存在。